好多人说我胖了以后特像你、嗯、我瘦了以后可不一定能像你哎，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总是在边上进行干扰呢？没有，我俩出了名的人品不好贾玲，你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台上在说轻的女生和重的女生压出来的面有什么不同我觉得他们这个说法不好。是为什么总是说何洁啊？活该贾玲能活一辈子，张雨健一句话否定了范丞丞多年的努力。你，我特别羡慕像丞丞这样的，就是很早可以出道，然后一开始就可以拍到很好的角色。我是从那个很小很小的，可能从一天的，从半天的，一点一点上来的。贾玲真的很懂范丞丞的心酸与不易。丞丞的压力在于，如果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30岁看到他还这样，我就会，对他20岁的时候起点过高，我对他期待值会。嗯，对，他就是从10开始往上走的，我们是从0开始往上走，所以他的每一步变化都得巨大，我们才能满足。贾玲总是能幽默的化解尴尬。鹿晗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统一就转过了身呢。不是，哎呀，鹿晗看我干什么？就是三部你拍的最烂的片子，《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你好，李焕英》，这还能回来坐下吗？这不为了宣传吗？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我家里有一个，我表，阿姨，你要这样的话，我也就不客气了。我还有三个表妹。最近有网友发现姚晨的大嘴没有了，请问你是不是整容了？哎呦，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去年开始，不知道怎么突然出来的，是不是因为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嘴大，所以你平时说话的时候尽量说那个收口音，就跟我有时候知道自己胖，一般都侧着站着。这段神奇救场堪称经典。都没有问题啊，我已经不火成这样了吗？就没点绯闻要问了吗？32了，今天要男朋友，长沙的基友朋友呢也单着的，好吧？今年是的，别直接照顾我，好吧？我旁边有两个都没有结婚的那个男记者，可以跟他聊。还好我一看就一对。对不起。还有没有那个记者？旁边的那个长江主持人，慢，等会儿。然后我们也很关心你的感情状况，你跟刘亦菲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不错，他可能是我的菜吗？他可能是你的菜。你是我的菜。电话来，你别走啊！啊，好啊，怎么反对啊？多大了？我比你小8岁。不行，小的绝对不行，各方面小的都不行。贾玲的顶流男神们个个让人眼红。我知道很久了，车钥匙都给你准备好了。我站在那里4个小时，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等等我，你就回家，这怎么实诚呢？我又没有你的电话，我给你一会儿，我给你一会儿。这怎么办啊？我从白天等到晚上哎。那我请你喝啤酒。你要干什么？제가해줄게요。哦，不行。这个头发挡住了我80%的脸。我怕扎起来会显脸大。혹시머리안감은거아니에요？也就2个多月而已。제가해줄게요。我帮你挡。在这儿呢。
女人过来。不，这有墙，一会儿还要壁咚呢。你再敢动，我不保证会发生什么事。那我太想动了。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我就是你们绊脚石。我愿意让你绊，我愿意让你绊。锁骨上放硬币，能放很多个。我帮你来吧。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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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忍不住看到你，我就忍不住不要了。一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就成情人了。原来朋友，他俩不是情人。哎呀，你可不知道我俩，哎呀，咋的了？别说了。梁姐，你在四个人中要选择一个。什么？我还要选，四个我都要啊！我们就演那个《流星花园》啊，规则改一改，我不管。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如果真的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程程了。早就料到了你们的关系，观众朋友们，我有很多话不敢说。我跟程程是姐弟。CP 那不是那种恋爱，就是姐弟 CP。 你倒是想。你若爱就拉，不爱莫张狂。这个也演吗？来来来来来，干嘛？你知道的。为什么要亲自的手背？为什么不爱原剧情演？为什么？我不值得吗？来来来来来，坐姐姐怀里啊。公主，公主，这不是我的地儿吧？这一看，哎呀，程程有一些失落。没事，放前面。松开，他是我看在眼里，都是姐的过客。怎么了，玲？你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我们分手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玲儿，你别开玩笑了啊！怎么了？你是跟我在一块不快乐吗？哎呀，别这样，不是。这个就不是快不快乐的问题，我们俩的年纪实在差得太远了。我今天跟你说实话吧，我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一直拿你当弟弟。可是我没把你当姐姐，玲儿，你为什么不爱我呀？我为什么不爱你？你还在上学，可我要结婚了，你能给我什么？别人带着去三亚旅游，我跟你在小河边，你有什么资格娶我呀？你还不赶紧滚！我不管，玲儿，你不滚我滚。玲儿，你听我说。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不在乎呀，我心里只有你，我不想你离开我，你别离开我好吗？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养你好吗？谈着4月20号说的，是我结婚的那天，千万别旷课。过客千千万，只有刘德华是真爱。但我听说你是刘德华的超级粉。我不是，我不是，我是刘德华的夫人。他特别喜欢刘德华，喜欢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们在他面前要提到刘德华的话，不能叫刘德华，那叫啥呢？姐夫。刘德华，贾玲。我吗？我们俩成了姐夫。为什么不标注人物关系？我老公，我老公，刘德华，刘德华，你老公不刘德华吗？对。贾玲，你可以演我夫人。我也不是夫人。